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骰子一粒公正骰子的样本空间是一个骰子有六个面嘛，它六个面的话分别标示一二三四五六六个号码。好，那已知哈 A 的话呢，他说是点数大于或等于四的事件，那大于或等于的话等于四，那就是这三个嘛，就四五六。啊，再来 B 这个事件的话，他说是点数不为三的倍数的事件，那为三的倍数就是三跟六，这个化掉以后剩下一二四五，不为三的倍数。这样看 C 选项，哎 ，C 事件为偶数点数的事件，偶数的话就是二四六。二四六，好，那么他问说哈，A 交 B 交 C， 它的基事件为何？好，我们现在来看哈，这两个取交集的话就四五了，四五六，那四五的话哈，这取交集是四五嘛？那四五啊跟这个取交集的话就多少？就四。所以呢，应该是这个四。所以这一题哈，答案应该要选 B。